说出来了，刚才哈，我哪知道他叫醉拳啊？他就叫醉拳。请听下一首。哎，这个是他青春飞散了你的。追梦人，追梦人，正确。什么？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我妹夫的歌，哎呀，这句话歌曲真是完蛋了，今天怎么了？耳机收不到信号是吧？怎么回事？吴桐，说话，请听下一首。什么？有答案了？快乐至上，正确。什么什么什么？林志颖的《快乐至上》。天哪，这都知道！不夜的星辰，让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还不放下一首歌，等什么呢？还等着老妖怪变成人呢？请听题。好熟啊！这个真的是偏爱的一道题目了，真的。要不要给这边再补点气呀？请听下一题。好春光，梧桐。梧桐唱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把歌唱者的名字唱出来了。梧桐，梧桐唱这个歌手梧桐啊，下来吧，继续吧，往下吧。那个这《倩女幽魂》啊，红尘里歌声发歌扬不尽。好啦，标准的粤语就是这样啊。继续听题，来吧。杜晴，杜晴，杜东什么？杜晴，杜晴。我听个都行，都行。杜晴。最后一题，请。听题，哥，对不起了。《甄嬛之歌》，这是嬛嬛之歌。快点下，什么呀？什么？菩萨蛮，菩萨蛮是正确答案。菩萨蛮，那写了菩萨蛮。哦、oh. ，这轮听前奏猜歌名，双方是打平。接下来又要升级玩了，哎呦，猜下一句台词是什么，意思的接近度在90%以上就算对。好啊，请看题。胖子，你刚出了车祸，受了很重的伤，而且你的脸压在了碎玻璃上，现在是你吗？那你肯定知道。我不知道。我联系了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做容貌修复手术的。四个月后，哎呦，说啥都行，四个月后，像刮彩票一样，刮彩票一样，好紧张。我来了。
太诡异了。就是上去抢单是吗？现在就演起来吧，直接说吧就。哇，我没有中奖。回答错误。太美了，谢谢大夫。好了啊，请听前奏。哇，太难了。月亮惹的祸，张宇超时严重。哎，我们打没人给我们数秒啊，数秒。我们的要求是听前奏，前奏我们就猜出来了。对啊，那他不停啊，他应该停。对，键盘老师刚才确实应该停啊。答对了，答对了，这首容易是真的容易，容易容易。花花贾玲，请听前奏。大张伟的洗刷刷。大张伟。对，回答错误。 No No No， 上城再见五百年，屠洪刚的。那也不是屠洪刚啊。得罪多少人，大姐？花儿乐队。不是大张伟，是花儿乐队。放好了。我先看一看一下这速度。惩罚开始。好可怕。天哪，好吓人啊。凉啊，真凉，全在里面。我们弃赛，这是打样的啊。以后所有人希望都像我们俩这样好吗？接下来雷佳音、郭京飞，请听前奏。直接倒吧，我觉得。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了，差不多了吧？借我一朵雾里看花，借雾里看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说人名，我不行啊。所以我着急说雾里看花，你不知道啊？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那英吗？太迟了，干吧，来，惩罚三二一，开始。我的发型好吗？你刚刚那一盆只冲着你发型去的，举得有点高了。怎么样，现在感觉雾里看花不？毛巾呢？最后一组了啊，等一下杨幂缓缓啊，是吗？紧张。二杨组合请听前奏。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刘。五四三，精忠报国。屠洪刚。屠洪刚，屠洪刚。回答正确。你怎么还告诉别人呢？帮帮人家。哎，你是不是，我觉得你有可能站到那儿的话会更公正一点。确实啊。换玩法了啊，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抢答环节。如果说本队答对，对面四个人集体惩罚。OK， 本队了，我们是一队了。你拍哪儿啊，抢答？举手，举手啊，举手啊。这个是接歌词。哎呀，
我歌词这。准备好，请听歌。我们说好不分离。没到哪句，停哪句？哦，对不起啊，来。是杨幂的歌吗？好像是。电影的歌。郭京飞第一个举手，唱。不行，只能你自己作答。你举手了，下一句是。三。全世界背影。全世界背影。你耳朵也不好使，就算了，好不好？在提示下回答错误，全队准备接受惩罚。你干什么呀？玩玩马开心。三。二。一。开始。雷啊，郭京飞那碗水好像有点大。这样啊，京飞，我让小杜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小杜，小杜来喽。播放时间煮雨。就算与全世界背离，就算与全世界背离。我刚才说的什么呀？你说的一塌糊涂，反正。来，请听下一首歌。哎呀，我会，我也会，也许今天你就是今天，你就是今天。抢，抢，杨迪第一个。我的爱未眠。是，我觉得是，腾哥是。哎，我都没宣布，花花已经开始喝了。回答正确，王牌家族准备。三、二、一，惩罚。第一个题为什么？腾哥你好干。我水确实不多。我水确实不多。啊。腾哥。你跟我反差是不是大了点？你有点太干了，腾哥。干也没干。你看看我，看看你。你们看看杨幂两轮的，那脸都快裂开了。天天就盯着你们腾哥。好，准备了啊，下一首歌，来。我是一句不会。来，杨幂。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哎，这跑调算数啊！我们就这调，怎么样？就是这个调。回答是正确的。别喝了。王牌家族，三、二、一，开始。整盆水。小童。呀，我的眼前下雨了。好惨烈。哎呀呀，不行了，不行，脑子里进水了，不行。全扑我耳朵里了，小童。看到没有，王牌家族逐渐腾长。终于不再是你欺负小童了。太敬业了，贾玲姐，你就没干过。
我不是敬业，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应该怎么躲避它。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一碗水倒到脸上下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一些护肤，对不对？我都是针对自己肌肤问题定向护肤的，因为有的时候盲目的护肤其实对皮肤伤害更大。对，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的护肤产品，蔓之颜 Skin DNA 原液，它的核心呢就是告别盲目定向护肤。快过年了，大家一起跟着蔓之颜美起来吧。好，所有人请听歌。唱我是吧？我来。可是你我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回答错误，不出。问我到底爱不爱你？回答正确。耶，你可以。花花，喝饱了吧？快。花花的方式是喝一点就可以少泼一点。花花，花花就像一匹骆驼一样。你这朵花一定会长得很好。白喝了。还好我的那碗你没喝。来，准备惩罚。别耍赖啊，腾哥。嗯。哎，那不行，哎，这。不是，给人撤了干嘛呀？三、二、一，惩罚。你是不是也泼了刚才？我们俩终于成长了。准备啊，请听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别，你会吗？你就能有多痛，痛有多浓。腾哥第一个举手，你唱。不会。为什么？哎，这一碗水可得端平啊！惩罚，惩罚吧，一定是要惩罚的。等会儿，等会儿啊，等会儿，他俩都干了，我俩晾干了，那是人家有实力呀、啊。秘密一直对呀、啊，秘密，你唱一个正确答案给腾哥听。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你是想泼我，所以故意讲了这道题。王牌家族惩罚三，等一下，嗯，没你事，我想问一下腾哥啊。你这一碗水你怎么两边分开的洒？我一把一把的。腾哥，腾哥，咱们有冤报冤，我一直没泼过你啊。你确实离我太远了。准备了啊，三二一，开始。你来变。
他把我们队也泼着了。我腾哥，我看着腾哥的水，哇！玲儿，哥对不起你，玲儿，我听不到你说话。哎，我下去的同时，我感觉有人抽了我一巴掌。这轮过来甩过来了，刚才。这太可怕了，腾哥。不是，我想泼花花，花花这样蒙着，我想这样来泼，全泼贾玲。贾玲姐刚起来一下，她呆了，整个人。贾玲今天是最守游戏规则，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听得到吗？给你的掌声，啊、掌声，掌声。你看一看，大家在做什么？哎呀，没想到第六季的第一期《王牌家族》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这么说吧，杨迪做好准备，我可能支持不到全季了。随时待命。我们也请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60 系列手机全程抓拍精彩画面。最后一题。我们就留给王牌家族好不好？啊，我还没有还腾哥一把。来，所有人，请听歌。爱我所爱，无怨无悔。腾哥，哎妈呀！不知道。啊！我们可以下来了。不要惩罚了！哎呀，腾哥，四个字，众叛亲离呀！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腾哥。到第六季的第一期《王牌家族》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这个环节答对更多的是小说家队。哎呀！一二三，木头人。这个我做成功了吧？拉着腾哥转了三圈了，已经。腾哥还说：“哈，不用包场啦。”呀，让花花做俯卧撑。花花今天衣服有点帅，这个太难了。哎呀，怎么办呢？你说我到现在还没完成任务，我好紧张啊。王牌对王牌。好了，欢迎来到一二三木头人。这个呢，算是我们80年代之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游戏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要玩一个升级版，两队将会有一位队友在场边用 vivo X60 系列手机进行抓拍，抓拍的照片得清晰。ABAB 站立，大家倒腾一下位置。这是你哥给你攒的。准备好啊！准备啊！准备啊！第一轮你们要摆出的标准姿势是手机自拍。你们就这样想，手里拿的是 vivo X60 系列手机，怎么拍都稳，就摆一个最帅的姿势自拍就行了。开始，一、二、三，木头人。木头人、木头人，哇，小童，我觉得你好像往前了20公分，但是好稳。你和贾玲在自拍什么？你们俩？不是，我们俩情侣照吗？我俩。
贾玲动了，回起点。说了。月月回起点。说话可以，人不能动啊。接下来，这轮摆的造型是唱跳歌手，准备，开始，一、二、三，木头人。哎呦哇，这跳的太好了！刚才那个多少？腾哥，回起点。我这是要唱歌，歌手，歌手，歌手。那你唱了吗？好、哦，算你对，算你对。宝宝这个动作是唱到撕心裂肺的时候跪下唱，摇滚范儿的。花花是要砸话筒吗 ？Michael，Michael，、可以。我们接下来要摆的造型，花花，你刚才的姿势不是 Michael 吗？现在是 Jackson。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动作，蛤蟆功，开始。一、二、三，木头人。六只牛啊！你们两只蛤蟆是飞天蛤蟆呀？在过程中，接下来一个动作必须两两合作完成，叠罗汉。那谁跟我跟月月搭不废了吗？就咱俩。请听口令。开始。一、二、三，木头人。哎呦，花花，你还好吗？哇，你可是比我重60斤的人。谁在挠你脚心呢？哎呀呀！花花动了，不是月月，你要这样的话，那别跟我们王牌家族耍诈。月月，接下来一个动作，高抬腿，准备好啊，开始，一、二、三，木头人，木头人。小童非常标准，哇哦，月月。月月往后退3步，下一个动作叫做金蛇狂舞，这个动作我允许手部模仿蛇的动作，准备好，开始，一、二、三。犯规了！犯！生生没给摸着啊！刚说了，手可以动，脚不行。下一个动作很嘻哈的动作。太赖了，不行，这样弄我怎么玩啊？我参与感没有了。哎，准备，开始，一、二、三，木头人。你以为你这样慢慢的把手举起来，我是看不见的吗？对，今天实在太想赢了，理解理解，让他赢吧，大年初一的，是不是啊？那我就放个水，好不好？都别动啊！下一个动作，街舞，准备，开始，亚瑟木头人，亚瑟木头人。
是什么？这就是街舞。谢谢，谢谢我的团队。问题来了，王牌到底能不能拿到这一分分？我们要看小宋用 vivo X60 系列手机拍的照片清不清晰，稳不稳？我看看，来。哎，是真稳啊！这么稳的手机，如果他能给拍糊了，那还真是。我正式宣布，小宋拍的每一张都超级稳，超级清晰。哎呀，我这个体育棒子呀！不光是一个节目了，关心着女性的方方面面。嗯，张老师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守护的王牌是什么呢？出水芙蓉。回首经典影视剧，无数鲜活的女性形象屹立在几代人的心中。接下来第一关，就让我们通过影视金曲找寻那些留存在记忆里的女性故事。一开始是接歌词。开始之前我还想提个问题，还让腾哥跟小童坐一起吗？这有什么关系呢？腾哥那种就是那种行为，顾己不顾人的行为。对，而且还拿着人家小童的帽子盖自己的大头。你弄得人家小童再也没穿过戴帽子的衣服。所以他今天穿了个雨衣来。张伟老师，咱们给大家依次来介绍一下每一首歌的相关背景，让他们有一个数，好吧？第一首歌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谁看过这电影？哦，酒干谈麦吗？那个时候我才两个月大，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路边。他当时特别火，得过好多奖，里边那首歌叫《酒干倘卖无》。听过吗？听过，不会唱。酒干倘卖无。小心回答，非常暴露年龄，1983年的电影。我出生那年。这你都会啊？我妈妈爱唱啊。对，这是我爸爸妈妈。小童是演过这个的电视剧版是吧？对对对。那你应该特别熟这首歌了。好，我懂了。好了，请听第一首歌曲。虽然你不能看透属于只花完了，一句都跟不上。人家是想拿着按那个是吧？你冷静，你冷静。杨迪抢到了，请接唱。不是，这太容易了，这过分。没有天哪有地，哇，不是，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就是酒干倘卖。然后这边才开始，不是，真的是对的，是对的。统一一下，麻烦红方同学统一一下答案。我这个是对的，我妈妈经常唱。然后后面才开始。姚晨，今天你过节，你说了算。酒干倘卖不，绝对是酒干倘卖吗？酒干倘卖吗？不，应该是错的。那个是错的，没有天，没有地，那是错的。啊，是吗？啊，他那个没有天呢，应该是个特别高潮的那个部分。不是，就是没有天，真的，我坚持自己的，真的，我相不相信你，杨晨姐？真的，你要不要相信你？你姚晨姐说，我应该是来帮我找一下他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然后才对了，然后才酒干倘卖吗？我相信我的妈妈。对。我支持杨迪，支持我的就不要把手放在那儿，我们就自信。你确定吗？我怎么？因为我接的是后半段的。差不了，就是你真的，我跟你讲，他是对的，相信我，姚晨，相信我，信我一回吧，相信我，他是对的，而且他妈天天唱，
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呢？我那个应该是对的，我觉得。你待会会骂我不？我会揍你。我妈跟苏芮长得也挺像。行，以你们的答案为准吧。哇，都挺好对，给出的最后答案是不可能，他们不可能对。我都不拿，是错误的。我都不拿这儿，我都绝对。我都不拿这儿，我都绝对。我到了，我他那个伞真的太奇葩了。杨迪，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不相信妇女呢？我不，等一下，请姚晨。答案是什么的？姚晨是正确答案，他是对的。姚晨是正确的。你们居然不相信朝阳区麦霸？太正确了你。朝阳区麦霸，对，杨佑宁，真的，我跟你讲，他是对的，相信我，姚晨，相信我。你别不要说话了，为什么会这么简单的答案？你妈每天唱的都是错的。我妈要唱错了，我妈要唱盗版。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曲的相关介绍。第二首歌，不管还是抢。悠悠，你冷静啊，悠悠。1990年拍的，应该是中国咱们自己的首部家庭伦理剧，叫《渴望》。哎，你那缝什么呢？破家值万贯，我缝个口袋，装点零碎。这首歌我6岁就登台唱过，歌词深深的刻在了骨头里。你搜索一下记忆。渴望的我就不会了，我光听名字就不会了。毛阿敏唱的那歌也叫《悠悠岁月》。词儿呢，光有曲子有啥用？没有天哪。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让你接的那段你就忘了，这时候熟不叫熟。对，就前两句都不行。这有熟的咋的了？没有天哪。请听歌。漫漫人生路，剩下情。你们会唱，一定得。我们完了，先准备拿吧。这次让他们抢吧。姐，哎，我们是提早摁了，但我们也是最快。你们欺负我们新来的是不是？能唱下来吗？到哪儿了？你说吧。到哪儿了？我知道，我会唱。过去，将来，不是。你别，老弟会唱。酒干了倘卖我，是对还是错？问是南来北往的客。花花这么小居然会唱这首歌，烦死了！哎呀，这孩子真是。我在台上唱表演过，唱过这首歌，是吗？我以前唱过。看见没有？小年纪，多老的歌都敢唱。看看那边准备的样子，你看多么紧张，多么忐忑。他们手也在那边呢，你们自信点，手别放上去。这一轮王牌家族队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耶！哎呀妈呀，太厉害了！为什么？大叔哥！为什么？我的
哎，没水，那就算了。水来了！淋的时间太短了。确实啊，这怎么回事？站一下就走了，涮肉呢？我里面还两把伞，上一次的弹回去了。我要的都开出去2米了，伞才弹出来。对啊，我们是长臂猿吗？手不够长，他们。好，来，我们听一下第三道题给出的提示是：19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的插曲。哦，我会，我才演啊。我们还能信你吗？放心，相信我，这次我真会。然后唱这个歌的是香港的一个草蜢，草蜢，对，草蜢。歌名叫《失恋阵线联盟》，你会吗？我当然会了。你总是电话号码，我听都没有。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不可能不会吧？就会这两句。别耷拉了。却不肯让我送他回家。我真不会唱、我知道歌，但我不会。没事没事，没关系，你不会没关系，杨迪他妈妈会唱。不，这次是我会唱、我不相信我妈妈那些曲目了，全盗版碟。一堆盗版碟。姚晨姐，你们就抢。我会。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因为应该看起来，哎，有没他会他会唱。我们这么在乎他，却没他专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抢！贾玲和花花先抢到了。他们唱不出来，这个属于条件反射。还是说好了就忘了吧。说上一句是什么？上一句是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什么词儿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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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知道。我们都知道啊，可以问呢。什么呢？不告诉你啊。这个答案我卖。好歹你也问问他。我拿去。好歹这个。台北哥不是东北的。还是说好的忘，说好的说好吧。还说好的呀，忘了他。你自己觉得对吗？还是说好吧，忘了他。行，这靠谱。确定吗？确定。还是说好吧，忘了他。说好吧，忘了他。您这调有点堪忧啊。这轮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耶耶耶耶耶这边咋下雨下这么大呢？哎呦！我，鹏哥，我印象中就没拿过一把完整的伞。
以为自个偷了一把伞，特别的开心。你哪儿来的伞呀？啊，他是从洞里接到的吗？这是他偷摸藏的一把伞。沈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鸡贼呀、啊，藏了把破伞。哎，听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其实一放出来就都知道了。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我也答不出，我也错了。说好全忘了吧？还好这道题被他们抢了，对吧？幸亏他们抢了。我的信任感已经全部丧失了哈，不是，我还是信任你的人。接下来来听下一题啊，下一首歌跟今天这个日子跟三八妇女节特别搭，是中国女足的队歌，歌名叫《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田震的，田震的那首歌，妥了。哎，这就是抢嘛，花花会，花花会，还记得那歌吗？我记得，我还看过 MV， 他坐在热气球上面飞。我跟你说，我不光会唱，我还会模仿田震老师。都别先吹牛，接对了才叫真会。风雨彩虹那是刘欢老师，铿锵玫瑰是田震老师吗？那是刘欢老师。我和你准备，请听歌。会一半会不会？别抢别抢别抢、啊、我把伞放里啊，我会副歌，我会副歌。来喽，七，哎，这边抢到了。好，我们根本就没按。都不会。花花，老弟，老弟，弄他们。风雨彩虹，纵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退。对了，对了，怎么就对了？沙溢哥，我听这几句挺押韵。纵横四海，天涯永不后退。哎，我们这边不光歌词对了，调也对，调还对，调对。而我模仿的还像，虽然我不会啊。这一轮王牌家族队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耶！胡萝卜来！我哎，这伞不错，这留着，这留着，留着。节目组，你们过分了！杨宁，你把你的伞打开，有多大？双人伞。哦，确实，你这咖啡厅的伞都整理了你。杨迪那边刚才是个啥？胡萝卜，真的胡萝卜。胡萝卜。还好没拿着，拿着也不知道干嘛累赘。哎呀。接下来呢，继续是接张老师给出一些提示。嗯，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夜晚里，我追寻着你。我又唱过，我在台上唱过好多次，我还模仿过。这歌我太熟了。中国影
影视剧作品里边第一次拍那个改革开放之后出国潮那批人的异乡生活，嗯，特别火那歌，嗯，知道吧？知道。千万里我拥抱着，我追寻着你，我追寻着你。这歌的名字叫《千万次的问》，请听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我不行，我问你。别想，我也不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哥，你会吗？不好说呀。你说你，哦，算了，算了，算了。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你拉了就别拉了，你说拉了就别来了，问我到底爱不爱你，问自己。小偷抢到了，是会问自己，问自己是否好在哪里，好在哪里。哎，你说你会的。问自己好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放的是第二段还是不对，这个应该是第一段，这个应该是第一段。Cool。 他第二段是最后结尾是问问你说好在哪里，好在哪里。第一段是问自己是否离的，我唱过好多遍在台上。你怎么啥都唱过？对，他的编曲应该是第一遍的副歌。我准备好了。我也这样做好准备。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以前模仿过他的，在那个。你跟我说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的竞争者。最后答案是什么？离得开你，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回答正确。哇！哎呀 ，sorry， 是我这把嗓子。为什么？为什么出来一个这个？我手滑了一下。您的时间太短了。青山深雨茫茫。哎呀，我耍了个鸡贼。谁耍了个鸡贼？我哪来的？一直藏在屁股底下。最后咱不接歌了，张老师。不接歌了。不接歌我就没把握了。这是根据300个女性的抽样调查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当一位男士跟女性初次约会的时候，女的会最烦你什么行为 ？A， 你迟到半小时以上。B， 抠鼻子等不雅举止。C， 老拿人家和前任女友做对比。D， 总是低头玩手机。我们呢？哇，好快！我们呢？金飞先抢到的，先争夺话语权。来，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完蛋了，我的天！那个，你再把问题说一下。他这个是多选题还是单项？单选就选那最招人烦的。这几个都挺烦人的。抠鼻嘎，抠鼻嘎，抠鼻嘎。应该是迟到。比较有点过分吧？我不是迟到。我觉得就是迟到和现在没这女人回答。听我说，不是听我说，这个题首先我们。用这个分析来说，他们一定会把标准答案放到 C 和 D。玩手机不理人非常恐怖，你说呢？哦，不是一起讨论吗？考试那个三短一长选最长。你是觉得哪个呀？你是觉得哪个呀？弟弟，老弟儿，嗯，老弟儿懵了。老弟儿，你谈过恋爱没？老弟儿。不是唱歌的题，老弟不参与。我基本上已经知道确定答案了，先从概率上分析，标准答案应该是 D， 搁到第四个，前三个题让你们听清楚。而且第一次约会一直玩手机什么意思？摆明就是不喜欢人家嘛，肯定是 D。我跟你说，我受过孟非的训练，这个东西我懂。OK 的，绝对是 OK 的哈，好吧，来 D。如果咱们这边选一个的话，会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 C， 一直在那比较不好吧？对，比较应该是。现在贾玲觉得是 C， 你们打算改听她的意见吗？还是不听？我们肯定是 D 啊。D 第四个。你放心，根本不用把我要的。你相信我，这次绝对是吗？100%。对了，那我不放了。由张老师来宣布这题的正确答案。你想想啊，这是对女性进行的调查，她是女人的心情，那当然是贾玲对呀、啊。真的吗？你瞧瞧，我们，但是我们没抢到啊。哎，啊，啊，真的？没有。哎，我抢到了没有？有一把伞，有一把伞，打开试试。打，用啊，用起来啊，还不如不用。自信的、啊，哎呀，我在这里跟孟非老师道个歉。孟非的训练也有问题。为什么我也可以如此的自信？我也不知道。我被你那种自信让人无法撼动。最后一题，我们再换一下阵容啊！有请上两位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的特邀小嘉宾，给你们来出题，来欢迎两位小朋友。哎呀，好可爱呀、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Wang Yuan Yi and I'm 6 years old.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with 5 on Talk for 1.5 years. Amazing! Thank you. Whoa!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Li Qianxi.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with 5 on Talk for 2 years. I like playing piano and guitar. My favorite star is Shen Teng. Whoa! Shen Teng! Shen Teng 怎么的？他最喜欢你。OK, thank you.我们下面给他们家出了一个题，是一个英文绕口令。I thought a thought, but the thought I thought wasn't the thought I thought I thought. If the thought I thought that I thought had been the thought I thought, I wouldn't have thought so much. 鹏哥听到了啥？哈尔滨什么凿他刨他？鹏哥，你这英语水平就应该去五幺 Talk 好好学一学。请问，在刚刚的英文绕口令中，一共有多少个 thought？ What?男孩基本上全是造的，造的造的造造造造的。拍呀！只是语调不一样。你来拍呀！你在那儿。哎。腾哥拍了，拍他不是，答案是。男孩7个。男孩7个啊？那女孩没有6个，女孩4到5个，那12个。12个。几个？12个。你说12个对不对吧？对不对？不对，那是几个？13个。3个，差一个。哎呀，我说，差一个，我真的是对的。怎么样，小腾？特别棒。这两个小朋友英语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他们一直坚持在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上来学习这个英文。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呢，是一个专注5到12岁孩子学英语的 APP， 外国老师1对1教英语，还有专业中教辅导，让孩子口语好，学习棒。现在下载还能0元免费试听。因为腾哥是一个特别好学的人，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代表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啊，送腾哥一张免费的精品课程学习卡，让腾哥马上下载五幺 Talk APP， 可以学到一口流利的英文。大家都上这个网吧，五幺 Talk APP 啊，下这个 APP 就可以。五幺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外教1对1精品课，谢谢五幺 Talk。这个环节所有的比拼都已经结束了啊！耶！这样我们请这个狒狒啊，把可以拥有选择的这个特权拿上来，有两队来挑选一下，在最终验证环节，你们可以拥有的那项权利是什么？好，来，选择的是台阶。好，台阶。另外一组，我们看看你们获得的权利是什么？后发卡。即传声筒。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基本功啊一定要扎实。所以咱们第一关呢，考验的是现场各位的这个形体表演能力。第一轮王牌家族来，先给你们打个样。好了，来，菲菲把题目拿上来。哎呀，嘿嘿，哎呀妈呀，哎，关键难就难在这是几个字呢？可以了吗 ？OK， 传递开始。一段音乐，一段音乐。噔噔噔噔。跳舞，跳舞，几个字？机械舞。两个字。两个字啊？Popping，Pop breaking， 你穿这都能做地板动作呢？街舞，关键在花花的领域很少出现这个状态。这是，行，彻底蒙圈了已经。还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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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子对了，这个路子对了。哦，有了没有？有了吧？四个字吗？两个字。两个字。其实是一个词，应该是一个词。它这个词比较特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伯爵，就是理疗按摩。花花，你要不要先把这套做一遍？要就这个。触电街舞。啊，就往医疗方面想，你先看我，你明白了吗？我不明白。几个字儿？两个字儿。OK， 是一个词儿。对。花花现在的这个，正骨。有可能，但是他紧接着演了一段很繁杂的戏。哎呀！耍帅，舞蹈，秧歌，不 ，rapper 应该 ，rapper 也是俩字儿哈，就是 rapper 是两个字儿。哎，但你别说，这题腾哥不知道，小童可能能知道。咚咚。你看不是啊，我跳的是那。是不是以为比我真强呢？跳的几个字？两个字，是一个词儿。爱豆。最重要的动作说是这个。霹雳。霹雳。咔嚓。三二一，小宋，你跟花花一起演一下，带这个劲儿，来来来来来，这先是还有 battle， 这么 battle 吗？这题王牌家族没猜对啊。下一轮是混合的一个挑战啊，第一棒腾哥，第二棒子怡，第三棒花花，第四棒杨迪，一起猜的是贾玲和二姐夫，看谁能猜出来。来，菲菲，这轮的题目是。胸有成竹的点了点头。
这个好，这个好。思虑的如何呀？想吓我一跳呢。可以了，传递开始。钻机位底下去了。刺客几个字？四个字。鹏哥，你这个调度有点大呀，我怕他记不住他。表演结束了，关键是这个都很难要求你再来一遍。四个字。子怡向花花传递。开始了吗？暗箭难防，还没完呢，这只是开始。花花，把章子怡抱着了我，章子怡抱住我了，我的天哪！我也提醒一下花花，这只是腾哥表演的三分之一。花花，改验了。刚刚那个是吗？哦，一直吐针，求坚持嘛，又求坚持。吐你一脸。我理解中不会里面还有这个情节吧。哎，十面埋伏，谁是第一棒？腾哥呀，你看一下你的接班人杨迪。瞬间猜到了。腾哥，你啥两下不就有了吗？确实。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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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学院的吧。哎呀，这哪是军艺的呀。当时啊，年轻的时候就是好学呀，学完了表演就到马路对过啊去看他们跳舞。你别说，我们两个学校还挺近的呢。对面，这轮算是打平了，因为都猜出来了。最后一题混合的，一位小童最后一棒，请菲菲拿上这轮的题目。嚯 ！OK， 这玲姐喜欢这个。我想先问一下，这什么意思？就是特别能吃的人是吗？对。哦。传递开始。三个字啊！啊，三个字。第一个字是，要不先演第二个字吧？这么复杂的话。好，好，第二个字就。哦。吃饭。哎，对对对，你已经有了一个字了。考我了，我这就得猜出来是不是？OK OK， 杨迪胸有成竹。三字，打中脸。还没开始。
酒足饭。文化水平就是这样子吧，酒足饭。杨迪开始表演上了啊。为了表演自己。哎，还没看了是吧？已经。慕白，三个字，三个字。嗯，运气。哎呀呀呀呀！完了！哎呀呀呀呀呀！干饭人。腾哥猜的是酒足饭。腾哥不上网，能说出酒足饭跟上不上网没啥关系，跟上不上学有点关系。你猜出来了？我猜出来了，仨字。这是什么？你不懂，都让你下来，你让他关门吧。哇塞！哎呀，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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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啊！吃饱了。啊！小童不懂我。我给一点点提示，网络热词，谁先说出来就算对啊。网络热词。干饭人，周一围回答正确。这跟干饭人，干饭人这是？请问，普通的吃饭人就是吃饭嘛？啊，干饭人，所以要先练一下，再吃。对，就是干。我竟然都不知道干饭人，你怎么回事？最近咋了？手机坏了，不上网了。这一轮啊，获胜的是上扬副句子。耶，谢谢。上一轮游戏获胜的是上扬副剧组啊，所以他可以在王牌电影院里面呢选24个座位，咱们只能选14个。哎，我们看一下这个王牌电影院啊，现在图上的座位呢是两个剧组已经站好的座位，每个人都有一张票啊。接下来上扬副剧组可以选一下几排，从几号到几号，一共选24个。我们选一点观影的黄金位置。黄金位置咱们给留下。要黄金位置得是第一排呀，子怡姐。哎呀，你是我没看过电影是吧？看完都落枕。我喜欢坐在倒数第二排。哪几个座位呢？中间的，21到30。上扬副剧组还可以再选14个。在前面那一排吧。三排的4、5、6、7、8、2。突然来个二，单单那个三不要。过年的时候没少打麻将，留了个卡单。还有一个，还差一个。第一排最左边吧。好，现在上扬副剧组已经选完了，来，我们的卧虎藏龙剧组选哪个？14个位置。我们要不要选一圈外圈的，把他们包围？下围棋呢？我想选那种电影院的那种情侣座，就是纯不为来看电影的那种。最黑的角落。就那俩红的那俩。对对对对对，看头俩干啥呢？对，哎，那个就是你们剧组的座。那就放4个，把那个蓝的包围了。哎，像下围棋一样，然后剩下的都给我穿插在那个蓝色的左右。对，看他们对电影是如何评价的。好，两个剧组呢座位都已经选择完毕了，马上进入下一关。超稳温云台夜拍式王牌 vivo 王牌时刻，马上进入博览区。本轮游戏规则是两队交替而坐，在规定的节奏里即兴说出上一位嘉宾的出的职业的专属台词。该写什么呢？接不上或者答错就要接受对方真心话拷问，最终答错误少的队伍获胜。
博览群戏就是要考验大家影视角色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比如这个人物角色他更多的台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第一轮的职业台词接龙由我给出职业。好，敲起来节奏给起。主持人，王牌对王牌。接线员，你打错了。发型师，托尼来了。保镖，让一下。警察，驾照拿出来。魔术师，讨厌。这个有点勉强了吧。拷问真心话，腾哥来问一个吧。你最烦汪峰老师的哪首歌？好难，我要飞得更高。哎，为什么这首歌我喜欢那首，很红啊。我怕他摔下来。哎呀，吃饱了吗？你们吃饱了哈？吃饱了就行啊。继续啊，继续来。魔术师，藏起来。藏起来。交警，你好。腾哥，你这太对付了啊！每个职业都得说你好，知道吗？得从那个职业的状态开始啊。不错，不错，没算你错啊。继续啊。老法医，你好。这算什么？我说你好，他说你好，这证明还得抢救。我说你好，你好。他没有声音，好，这会儿警察上，医生就不用上了。这种万能答案应该怎么处理？万能答案从这刻开始不能再用了。好好，换一个。万能答案不能了啊！继续来，快递员。你看见没有？你好，你的快递。沈涛，你难为我啊？怎么的？那哪有给我出的题全是以你好开始的？谁问腾哥真心话？我来问一个吧。好，子怡问一个。腾哥，你会不会有一天自己做导演？哎呀！天哪，子怡姐，他那么有才，你问到腾哥的心坎里了。我离他近，我感受到了。贾玲红了之后，把我馋的呀。继续啊，继续来，我出个你熟悉的，来。200亿影帝，你好，你好，这你不熟吗？哎呀，这不算啥事儿。继续出题了啊，空姐，您的位置是导游，那就要问小宋是不是啊？问一下小宋。来到王牌对王牌，你们单位有谁羡慕你啊？有没有谁明里暗里的嫉妒啊？不，我就在想，就扯坏一件衣服，记仇记到现在，你这个事儿也是，是不是？还没赔呢，还没赔呢。那我这个问题得回答，有吗？有吗？肯定会羡慕啊，因为王牌对王牌是一个顶尖的节目嘛。哎呦，这是胡同安排你说的是吧？前缀得说好了。有没有谁最羡慕？小马。小马不是这种人，我觉得。那就小丁吧。来，乔杉继续。记者，你好。出去。记者，你采访对象你得真是。你好，请问一下，这都得这么说呀、啊？那不，一般都这样。这是我的记者证。行，那别动我摄影机。哎。我觉得乔杉表现特别棒，你今天是有什么秘诀？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潜能得到了激发。哎呦，我就知道，肯定是因为我们的王牌奶粉能力多，对不对？那必须的，精确配方，激发潜能，能力多，能力多嘛，我能啊，继续加油。好，还从小童开始，这轮你们自己出题，我给你第一个题行不行？你给杨迪出题、啊、来，美妆博主，你好，大家好。导演，再来一条。消防员，着火了。你不去灭火在这喊？哎，但是哎，等一下，你听我这个语气是不是说着火了？我是着火了。
这种你知道吧？很淡定哈。对，不可以。消防员一定是十万火急的。对，一定是放下吃饭干嘛扔下就走。这轮贾玲不算对，请对方队伍问他真心话，一为问一个吧。你们王牌家族，你最烦谁呀？这不是送分题吗？我在来，请他自己起立。我在电视上还没演的，演的还不像。难道是自己站起来吧？还坐那么踏实呢？证明家庭管理非常好啊！一指挥就站起来了。啊，从贾玲开始往下出题。好。幼儿园老师，小朋友拉了吗？鼓手，鼓手，花花，这个不对啊！谁来问花花真心话？我问啊！哎呀，二姐夫问来。你和汪峰老师谁唱歌更好听？哇！汪峰老师，你看着那边是汪峰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摇滚界的泰斗，然后但是啊没有但是如果硬要说我跟他谁唱的好听，反正我喜欢花花唱的。哦，看那这个就不是我说的。好，从花花开始继续。好，演员，补妆，兽医，屁股撅起来。北京售票员，有大座啊，有大座啊，我后两个后，上下下。农民伯伯，吃饭喽。这不能算通用答案，就不能算了。刚才说了从你好开始嘛，所以谁问我弟弟真心话，我来问吧。哦，你们单位，我们单位，你们单位，其他六个兄弟掉河里了，你先救谁？吃饭喽。我应该是救个子最矮的那个吧。那就高的都淹不到，多损了。反正都比迪哥高，还好我没掉下去。那就救一个子怡姐熟悉的吧，马嘉祺。耶！哦，来，小宋再问，挑战一个就行。默剧演员。哎，太损了。好，游戏结束，马上要开始第二轮的游戏了哈。说说规则。本轮游戏规则是现场播放影视金曲或者经典配乐，两队嘉宾举手抢答，率先回答出剧名的得分。你在说规则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队伍整体就平移了一下？我看到了。用余光看到了是吧？是。有没有想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挪一下？这里有一个你最爱坐的出气口。你们好坏。你要说我们王牌家族啊，可真 是团结呀。哎呦，腾哥你那辫子为什么要把它弄成串珠？挺好的李慕白，你非把自己弄成沙僧干嘛呀？这太重了。这都嫌重。小宋，拖着点帮忙。哎呀，这不会来事儿啊。这牵着走。哎，啊，开始吧。我们接着上一轮游戏的比分继续啊。花花，烤鸡翅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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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本戏叫做《唐伯虎点秋香》。回答正确。哎，看子怡姐哥哥。来，请听下一首。杨迪，黄飞鸿。哎，我第一个举的手啊。嗯，你那个是拍苍蝇。黄飞鸿，黄飞鸿。回答错误，继续抢答。哦。哎呀，这个歌这么熟。
看看我穿的是杨迪、太极、张三丰，正确。目前双方的主要选手都已经有表现了，一边是花花，一边是杨迪啊，较上劲了啊！来，继续听歌。好像杨迪先，黄飞鸿知铁骑斗蜈蚣。哎，没有后面的，没有后面的，就黄飞鸿。显摆，显你。继续听歌，腾哥，腾哥，来，再放，再没了，你先打，我也没举手啊，你举了，我举手说你们不算，我要放歌的时候你们不管。今天不是喷的你自己吧？你也心疼心疼弟弟，还有妹妹。我们换个厚的过去挡一挡。我给你换一下。还是刚才那首歌啊。花花，渴望。子怡。这应该是个外国片，那个我还没说呢。那可能就根本不是外国片。哎，杨迪，青蛇，正确。啊，青蛇。哇，青蛇你都能答出来，你这次偷题演得太成功了。我就是知道。听到后面就熟悉了，继续啊，请听歌。说句真心话，我心里有过你。啊，腾哥，一代宗师。腾哥，你说只能一代宗师。一代宗师，不准答一代宗师，偷听。怎么啦？你们是帮着答的？什么？我们是帮着答的。帮什么？怎么的？导演耳朵还不好使了？导一个电影多辛苦啊！他哪儿不好使？现在都正常。来，继续听歌。腾哥，这动物世界。动物世界什么？动物世界。动物世界。哎，我听着了。什么？你提。一会儿啊，谁举手谁回答，不能帮忙啊，没毛病。对，主要刚才我已经放了很多了，把握住机会啊。不是，那你先说一下我们现在几比几了，看我们还玩不玩赖。目前你们的比分是4-8。这沈涛要不给你们点机会，你们都已经冻成冰了。我跟你说，这几季我累的呀，是我累的呀。你刚才搞那种暗箱操作太明显了，被人给逮着现行。就乔杉一问我就慌了。对。就跟我玩这套是不是？来听歌啊，听歌了。杨迪哦 ，Harry Potter。哎呀，都懒得演了是吧？不演了，快点下一题，我准备好了。请听歌。花花。快乐歌手，不许说话，你啊，不能说，别，唱的没有单对吗？刘晓学去，啊，快乐歌手，贾玲姐搞副语是吧？刚才在那，你别在这给我硬一块硬，怎么了？我不说话，我绝对不说话，绝对。你过来，来，你出来，你过来，你演什么演？头来，防住他，赶紧防住他，进击的巨人，哎，艾喷。灌篮高手，子怡，灌篮高手，不是，杨迪，战锋，我举手了，乔杉，圣斗士星矢，正确，圣斗士星矢，是说，我还在那儿灌篮高手，一会儿他在那儿演。不是你俩整的，我好像有准确答案似的。再把你俩紧张的。我还把你这题给子怡解了，灌篮高手。下一首啊，来。
杨迪，杨迪，杨迪，杨迪是第一，杨迪是第一，绝对是杨迪第一，绝对是我们。我敢用贾玲的性命担保，绝对是这边。你用我的，玲姐掐掐死的。沈涛，既然这样了，啊、就盼花花吧，留我一条命吧。你说吧，名侦探柯南。哦、真相只有一个，你有题。什么时候把我提通了？继续听题。花花，狮子王。哇、哦！录制之前，我看到梧桐去了花花的化妆间，进去了好久，而且刚从杨迪的化妆间出来，我就少了东西。小宋，你还在这儿乐得挺欢实啊。鹏哥，你也没帮啥忙啊！哎呀，你怎么还挑人理？刚才赌上我的性命那一场。请听歌，腾哥，腾哥，腾哥，只能腾哥作答。这边，这边举了这么久了，我可没举。疯狂动物城，疯狂动物城应该是。呀！你又看我夺你性命！来人啊！来人！你们这个剧组有没有有没有人救我？我是冤枉的！你是哪里来的女子？我你们俩怎么又看见了？因为太明显了，腾哥挡不住你。这就是原因。请听歌。花花，袁弘。花花，袁弘好不容易答一道题，给他点戏吧。花花快一点，但是花花不能商量。权力的游戏。权力的游戏。我没说。不是你，是我，不是我。你们王牌组能不能让着点客人？别上去这么玩了。乔杉，知道为什么来这的嘉宾越来越少了？只有我在这儿靠偷袭活到了现在。还剩最后两题。哎呀，能不能反败为胜，再次两举？这什么东西？请听歌。乔杉、哦，这个杀手不太冷。对。能不能赢，就在此一举。最后一题了吧？最后一题了，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高途课堂脑力 PK 时刻，请听歌。哎，腾哥，腾哥，什么歌？什么歌？说，必须说，来，答。什么啊？我唱。什么啊？我唱。菊次郎的夏天。菊次郎的夏天。应该是哎。又整理衣服来了，起来。啥呀？啊，我都不能走动了。哎，这也给了。王大人，王大人，你们导演组太玩了。贾玲姐拿着这个，菊次郎。久石让的菊次郎夏天，这我能。谁演的呀？谁？菊次郎啊？谁呀？你是不是问谁演的菊次郎？他问谁演的菊次郎？你回答我。我为什么我知道一个音乐，我要知道他那么多的背景？对，这题真不能算对。啊？玩赖，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最后来决定胜负，好不好？这是什么？掰头吗？battle 来，这边出大家长腾哥，这边出今天的领队子怡。妈呀，子怡姐不是送分来了吗？哎呦，真是。请听歌。猜，来猜。咋的？你俩想演一段？哦，张壮。过来点都能听着了，是吧？你说我能告诉你吗？只能你们答啊，只能你们两个人答。这首歌好像只能你们两个人答。
这首歌好像。哎呀！出事故了！入殓师好像是入殓师。举手！好，子怡举手了，子怡举手了。入殓师。不对，腾哥，你的答案是《阿甘正传》。抱歉，子怡，我给了一个错误的答案，怪我。谁演的？什么呀？《阿甘正传》谁演的？汤姆汉克斯。My friend Tom。上我们这来过来欺负人了。我好几个朋友。但是我真怀疑他们知道，肯定有些人知道。知道什么？知道题。子怡，为了证明没有人偷题，我们增加难度，来加试一题。三部剧的台词混在一起，看哪一对先把这当中的三部作品都说出来。等等，我们说台词还是说剧名？剧名。哎呀，装啥都知道题，完还搁这问。听台词。你上来看看。小强，你怎么了？小强，什么？小强，你不能死！这有周星驰的一部。啥呀？唐伯虎。唐伯虎点秋香。还有两部。要说三部啊？三部都说出来。再 play 一下。再听一次。好，你看，不但自己没答对，还把我们给搅和了。小强，你怎么了？小强，什么？小强，你不能死！马冬梅。向日葵烦恼。马冬梅，向日葵，马冬梅，向日葵，马冬梅，还差一个要说三步。给你什么冬梅啊？你上来晒太阳。把你当成亲人呀！花花，马冬梅那个电影叫……夏洛特的烦恼。夏洛特要说出三步才算对啊！夏洛特烦恼，然后唐伯虎点秋香，还有无间道。好，无间道你听到什么台词了？那个梁朝伟说了一句什么？说什么了？干什么？就是哎。哎，不是，说了一句什么？说了一句什么？你再放一遍，我给你祝福过来。确实气场太强了。他绝对作弊，您过来。我绝对没作弊。再放一遍。你上来晒太阳。你上来晒太阳啊！是梁朝伟，是梁朝伟，梁朝伟。你上来晒太阳的。哎，没抓着，证据没抓着，吓死我了！刚才花花被子怡姐揪出去的时候，你们吓到没？我们都想把他踢出王牌了。没掉链子，花花。好，王牌电影院的门票马上来进行一下分布。这一轮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的是40张电影门票。哎呀，咱们就10张。本来我们亲戚也没那么多。来看看座位图，我们选座位吧。我们有40个。哎呀，这上座率。那就中间的三块。哎呦，子怡姐再照顾照顾，都坐屏幕上了。反正我们就这样吧，就帮你挑最中间的40个位置。对，咱们的10个放哪儿？包围他们。包围他们。恒哥，你是多爱下围棋？全堵门口吗？10个人？我怕包不起来呀。挡他们，找几个上身长的，放第一排。都别看。最中间的第一排10个。接下来输的队伍要选出接受惩罚的人。这个惩罚呢，由队伍当中的2个人来面对。腾哥眼珠子转的都快转飞出去了。经过投票非常民主，决定你们俩。经过你们两位口头的投票，
贾宋，你同意吗？我同意。接下来呢，要进入临水浮不浮的惩罚。现在面前桌上放着六个水杯，里面都装满了水。五个杯子的盖子是密封住的，有一个杯盖是没有密封的。腾哥和子怡呢，依次选择杯子倒扣在头顶上。如果腾哥选中了，花花和小童都要接受临水的惩罚。如果说子怡选中了，那么花花和小童免于受罚。听能听出什么呢？滚！哎，都没用。两位任人宰割的羔羊。花童，花童组合。子怡，你先选一个，选第几个？这个好。腾哥选哪个？这个，从腾哥开始，因为咱们输了。哦，没有。哦，那刚才水是哪来的？啥？是我脸里的？是你的汗，脸里的。你吓得冷汗都出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子怡也得快啊！子怡姐不怕，干脆走你。没事，安全安全安全。完了之后就这样，没有 logo 的就不选了啊。接下来子怡选哪个？那我就眼前这个吧。好，腾哥选哪个？子怡选了那边他面前的、那个、我还选这个。不能选了这个了。你可拉倒吧，占便宜没够呢。咋，这个可被没收了。选这个。来，腾哥开始验证。走，腾哥快准狠，往头上浇。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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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花花，你怎么变成了步惊云？哎呀哎呀，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刚才腾哥倒得非常的快速，表现非常好，就像骑上了小刀电动。今天的 TMI 是中华小曲库，想看小宋的曲库里到底有多少歌呢？拭目以待吧。太简单了。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早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新的歌的黑的爱的各种花色任你选择。气球。好，王牌家族队获胜。然后现在到嘉宾队。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拜拜。可以吗？我们是白色哦。啊？我们不要谐音梗，我们要白色。不要谐音梗吗？对。这么绝情。怎么会爱上了他？淡淡的送他回家，淡淡淡淡淡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纸是白色的。好，嘉宾队得一分。然后第三首。怎么这么难想？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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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雪人吗？我们下一个词。哎，那不行啊，那这样，哎，嘉宾队就少了一题，我应该故意上来。哎呀，想不出来。好，2-1，王牌队获胜，这样公平一点。下一个词，水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希望，点亮我生命的花花花花花花。小苹果，压力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压力压力大，压力。黑凤梨，黑黑的凤梨。在这寂寞的季节，寂寞的季节，第二首。你是春天绽开的玫瑰，我是秋天落叶的点缀。还有，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啊，歌名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想一首。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生老病死，命运轮回。轮回。好的，恭喜小宋老师三轮挑战成功。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加深难度了，挑战倒放识曲。好的，我们播放第一首歌。姐姐真漂亮，这太简单了吧。肯定是邓紫棋老师的。没了你我也能活过，冠军之外。我太强了。维维老师的，对。这个怎么这么难啊？好，听一下吧。啊，感觉倒放出了另一种感觉。这太简单了，如果有来生。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堆娃娃。哦，再来试一下最后一首歌。单田美，不对不对，是不是花老师？花花老师，好熟悉，酷风吗？沉默风暴中雷电，抹去淹没的灰，似火蝴蝶换地灭。恭喜我们小宋老师挑战成功！恭喜小宋老师。